非常进监狱，非常进监狱。那我今天就死给您看！什么？你嫌这事儿还不够乱是不是啊？让开我！妈，你让我走！不用看着我就送死。你要死，妈和你一块死。给我！妈，给我！慧香，是妈害了你，妈对不起你。妈，别这么说啊，您身体重要，别生气了。你看，我这不是好好的吗？啊，你做的对。等你瞅上林婉以后啊，妈照顾你啊，以后不会再让你受委屈，不会再让你让别人欺负了啊。不哭啊，咱不哭，今天。咱们什么事儿都不说了，春生，你去把你那表哥叫进来，把这离婚的事儿先定下来。孙月英，刚才不答应的好好的吗？怎么扭头就把自己气成这样？不生气啊，不生气。对，孙姨，你先别生气，我现在就把我表哥叫过来，给你赔礼道歉啊。不用，孙子，妈。亲家，我饺子无方，毁了，害了桂香，我先替他赔个不是。哎，秀琴，你别这样，你对桂香的好，你们俩相处的好，我这当妈的都不如。这事儿啊，我一点都不怨你，我对你一点意见都没有。这事儿都是那魏志国办出来的，谁也替不了他，让他过来跟我说。儿子造的孽，就让我这个当妈的来赔偿吧。哎，你这是妈，别这样，您快起来。秀琴，秀琴，不能这样，别这样，起来。我对不起。你看您这是干嘛呀？春生，春生，春生啊！不管你表哥犯多大的错，我都是他妈。当时我身上掉下来。看到他那个样子，我也没办法。婶子，您是不是把表哥放了？他说他会想办法的。婶子，这件事情不是表哥想办法就能自己解决的。抛开咱们家的家务事不说，建厂房出了这么大的问题，伤了这么多工人，表哥自己解决不了。现在最重要的是让表哥配合接受调查，把所有的损失降到最低，这是最明智的。春生啊，你说的这些我不是太懂，可我知道你和我是你表哥唯一的亲人，咱俩要是不帮他，
他就真的没机会了。婶子，不管怎么说，我不能由着表哥乱来，我必须阻止他。李春生，你表哥现在生死攸关，难道还要让我跪下来求你吗？你这孩子怎么这么倔呀？妈，刚才你跟春生的话我都听见了。桂香啊，你说妈糊涂也好，偏心也好，我是他妈，我能理解。哪个当妈的也不希望自己的孩子遭罪受难，可春生也是您的孩子呀，您不应该逼着他去帮魏志国。他如果帮你放走了魏志国，那不等于又一次帮他逃避责任吗？别说了，婶子心里已经很难受了。春生，你婶子心眼软犯糊涂，你可不能跟着丢失了原则。妈，就当我作为魏家儿媳妇最后求您一件事儿。今天不管春生他想怎么处理这件事儿，我求您别拦着，您更不应该逼他去帮魏志国承担不应该承担的责任。几年前志国已经让他蹲过一次大狱了。张桂香，我知道你肯定不愿意让我说，但是都已经这个时候了，我必须得说。妈，您知道吗？当年公司面临倒闭，春生才伪造印章犯了罪才进的监狱，只不过因为那时候魏叔叔快不行了，而且志国他赌咒发誓一定会经营好公司。李春生能为魏志国去蹲三年监狱，他就不能为自己做错的事做点什么吗？春生，你好糊涂啊！这是真的吗？孩子，你说话，你告诉我。你在干什么？跟我去自首啊！你要干嘛？你非得把我往绝路上逼啊！这是唯一能想到救你的办法。你起来吧，你！表哥，表哥，表哥！哎，李春生，你也找帮手啊！你找人啊！雷琪，哎呀，这一大早的天挺凉的，别老在这儿站着，别着凉了啊！妈，春生一晚上都没回来，你说他不会有什么事儿吧？一个魏志国就够他忙活的了，不会有事儿的，别担心。嗯，哦，对了，今天你孙姨和桂香要出院，待会儿我过去看看，你回屋好好待着去吧。我想再等等他。哎呀！我在家里面陪小姨吧。啊，不用，你好好上学去吧。哦。嗯。再坚持坚持，再坚持两个月，孩子就出生了。你啥也不要想，踏踏实实的等着孩子落生。啊，剩下的事儿妈来干。啊，干嘛？老妈，郑哲说，老李昨天一晚上都没有回医院。什么？我让你收拾魏志国，谁让你害李春生的？这事儿也不能怨我呀，只要是魏志国的事儿，就有他参与。你不弄他，咱们这事怎么办？对不对？没事儿，就是一包药粉，一个闷棍。
哎，你把他放了，你不怕他去报警啊？你放心，他不会的。先生，三宝，进来。你们俩是一伙的？你们俩认识？处长，龙哥是帮我收拾魏志国的。我针对魏志国，你没想到吧？当年我爸被拉下马，我就知道背后捣鬼的肯定是魏志国，但那会儿我没有证据，全凭猜测。后来我爸在里面因为心脏病突发，说没就没了，我连夜赶回来也没看见我爸最后一面。我妈因为受不了这个打击，没过几天也跟着我爸去了。我爸的朋友这才把举报材料拿给我看。我一直以为魏志国贪的是财，但没想到他举报我爸的那些东西根本就是想要他的命。我不替魏志国解释，我就问你一句话，厂房的事儿跟你没有关系吗？志长，我真的只想收拾魏志国，我没想连累那些工人，更没想过钢筋会出那么大的问题。兄弟，这也怨不得我们，魏志国自己想要便宜货，我们只是满足他的要求而已。你跟三宝一起来害我！给我闭嘴！愣着干什么呀？揍我！三宝，你要还当我是兄弟啊？你听我说几句话。我当然当你是兄弟了，志长，你让我做什么都愿意。你就是叫我玉宝喝出命去，我也在所不惜。但除了替这个王八蛋求情，你也看见了，他根本就不领你这份情啊！领不领情是他的事儿，他已经不仁不义了。我们不能再昧着良心继续下去，我们谈谈。哎，李处长，你不能把我丢在这儿，我是你表哥，你不能不管我。闲着干什么？让他闭嘴！再吵吵，再吵吵，我真的会撕票的。情况现在基本清楚。在调查过程中有什么问题，我会随时跟您沟通。好的。哎，警察同志在这儿呢。妈，春生他一晚上没回家。啥？没回家？那他是不是去找魏志国了？妈，您先别着急啊。哎呀，警察同志，李春生就是魏志国的表弟，他一直为了劝魏志国自首，一直在找他的下落，现在人不见了。别着急，慢点。把事情经过说一下。哎，是这样，你让我带魏志国去公安局，他算投案自首，可我也洗不清嫌疑啊。亲者自清，如果你没有参与，有什么好担心的？不过这个龙哥看起来并不干净，你怎么认识他们的？在南方做生意，因为是同乡，所以很快就熟了。回来之后呢，他也帮了我不少忙。这次借给魏志国的钱，除了我变卖爸妈留下的，还有龙哥的钱。这件事啊，越早摘清越好。魏志国欠下的债，逼他卖房子、卖地、卖俱乐部都可以还上。但是就算这样，他也逃脱不了法律的制裁。你放过他，就是放过你自己。你爸妈都已经这样了，你不能再走回不了头的路了。是啊，厂房坍塌的时候，我是后悔了。魏志国下水太深了，他不值得同情，但那些工人是无辜的呀。赶紧把这件事结束吧。哪儿那么容易结束啊？钱我是真金白银的花出去了，就这么结束了，不合适吧？龙哥，你听我说，我们的目的已经达到了，他接下来是该抵命还是该坐大牢，那是他自己的事儿，跟咱们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好，春生兄，我听说
你和那个大款钱向丽好像有点渊源，你替那个人渣干嘛？那大款好像把他的钱都留给他一个女儿，那女儿现在和他姥姥和小姨住在一块儿。好巧不巧，春生兄好像正好是他们家上门女婿，是吧？龙哥，我警告你，我们要收拾的是魏志国，你要敢打白家的主意，我第一个饶不了你。急什么？急什么呀？别老生气好不好？别着急，我还没说要干啥呢。聊聊。哎呀，小姨，要不咱们再等等？姥姥说，等他从医院回来的时候再说。都这么长时间了，再等下去，你小姨万一出事怎么办？那你等，我去医院。你一个小孩去又能干什么？你们俩这是要干什么去啊？妈，到现在都没有陈生的消息。哦，我知道，我已经报警了。是你孙姨呀，在医院趁着警察来做笔录报的警。那警察说了，让我们在家就等消息就行了。警察有没有去找人啊？陈生什么时候能有消息？不行，我还先去找。哎呀，别介呀，你这挺大肚子，你能帮什么忙？别添乱了，快走，快走，咱们进屋。妈，进屋，来扶小姨进屋。哎，我来扶你，扶你，哎。咱们等消息就行了啊！快出啊！等这儿，娘娘，睡一个，快上，说走，玩没什么就玩了，玩过了。哎，你手什么烂牌？哎，不给你看，这把牌玩完啊，再来一把。走，嗯，哎，坐，快点！哎，也有啊，等一下，这个，兄弟，拿不上，给口水喝吧，给点水喝，啊，兄弟，屁事儿怎么那么多呀？我要渴死了，你们一分钱都拿不到。算了，给弄点水。别跑！别跑！站住！行了！说好了啊，让我回去想办法。在这之前，谁也别再动手。要玩武的，你们不一定是我的对手。好，没问题。等你的好消息。拴着去啊！白姐，既然春生说没事儿，那一定是他有把握，咱们就在家里等他消息吧。嗯，我就不明白了，老李为什么非要去救那个魏志国呀？就那个坏蛋。他每天不是害这个就是害那个，当初他还想害小姨。晴晴，不管怎么说，那魏志国是你姨夫的亲人，他就是犯了天大的错，人命关天的事儿不能不管啊！你小，你不懂。为了他，让我小姨担心一点都不值。没有什么值不值的，现在就希望春生能够平平安安的回来。应该没事儿。喝点水。应该没事儿。哎呦，这小子酒量可以啊！啊，这都喝多少瓶了？啊，来，这样，咱俩把这桶干了，怎么样？啊，来，干了啊，干。
来，别装蒜，起来。龙哥，龙哥，嗯，干什么？干什么？送你魏志国，我救你是因为我信任李春生，但是咱俩账没完，只要你一天不进监狱，就一天不会放过你。我知道，他该承担的责任，他跑不掉。别行，别说那么多，快走，快走。就这么走了？春生兄弟，不再喝两杯啊？我让你回家想办法，这就是你想的办法是吧？我实话实说吧，我没有想办法，我想的办法就是把他带回家交给警察处理，他借的钱该还的我们一分都不会少。三宝，你这唱的那出，我把你当兄弟，你跟我玩吃一把歪呀？啊，龙哥，龙哥，我不想把事情闹大了。哎，巧了，我还就想把事情闹大，要不然你们当我在这跟你们开玩笑呢？啊、嗯！喂，跟我耍花呀？主意是我出的，跟他们俩没关系。你要算账，我们俩算。龙哥，你听我说，我也不想放了魏志国，但是我信任李春生，我相信他会给我一个满意的交代的，他欠你的钱也会尽快还给你的。不不不，你等会儿，你们这他一句你一句的，怎么着？这事儿就这么算了？那我的面子呢？我的面子你们谁给呀、啊？我的面子你们谁给啊？龙哥，都是自己家兄弟，别闹这么不好看。给我个面子行吗？可以啊，当然可以了。这面子我肯定给你。这样，咱们各退一步。本来我是要放魏志国的血，对吧？现在你们三个自主自愿。谁愿意把这个面子给我，都可以。你想怎么样啊？欠债还钱是一回事儿，你杀人是另一回事儿。谁说要杀你了？谁说要杀你？我没有杀人啊，我就要一根手指头，不多吧？龙哥，这跑的又不是我，冤有头债有主嘛。春生，好好看看啊，这就是你豁出命要去救的人，我都替你不值。龙哥，龙哥，玩笑开够了，到此为止吧。我他妈也想到此为止。谁把手指头给我留下？啊，你，玉宝，这事儿因你而起，你说我现在该怎么办？我不留下点什么，我怎么让兄弟们干活？哎，学长，放开我！怎么办呢？春生，救我！春生，春生，你救我！春生，你春生，你要干什么？你不是想要面子吗？我给你。春生，你疯了！你为那个畜生，你值得吗？春生，咱们是一家人呀！春生，说吧，想怎么要回面子？来吧，
现在只能等警察的消息，人家有人家的办事程序，别急啊。妈，他们说了一定会把人送回来的，可这一晚上都过去了，这人还是不见踪影，你说春生会不会出事了？你别着急，你说你咱现在啊只能等警察的消息，你要是真心想帮春生，你就踏踏实实的坐在这儿啊。你凡事你得往好处想啊，别回头人李春生还没啥事儿呢，你这着急上火的，再出点什么事儿，那不麻烦了吗？添乱，那让李春生更分心了。踏踏实实，不急不急啊。多长时间？哎，姥姥，姥姥，姥姥，有人在咱们家门口放封信，来来，给我。妈。是跟春生有关的吗？啊，是吗，先生？限你们24小时内凑足钱，不然就……给我看看，就要春生的命了！快快报警！哎呀，回来！刀有枪，刀枪都是真的，你得先保护好我们，你得跟他斗啊！魏师傅，你是不是人呢？你，李春生都是为了你。先确保人的安全，先把他们带下去。是，这边，走。魏杰，魏杰，坚持住啊！妈在这儿呢。女人都得过这一关，没事，妈在这守着你，快点啊！没事没事，快快开门！家属请留步等候。好，哎，坚持住啊，贝蒂！哎呀，我不宜在这坐着了。哎呦，坐。你没事吧，宝宝？那快坐，没事。快坐。静静，咱们一块儿守着你小姨，等着你姨夫回来啊！啊，是不是？哎呀，春生，你是被龙哥利用的，魏志国有国家收拾，为了你爸妈，好好活着。我又欠了你个人情，表弟，你得帮我脱身呢。伤这么严重，别着急做笔录了，把这位同事送往医院。哎，那我陪他去医院吧。用不着你陪，有警察同志呢。
两位，这边走。走，走啊，走。亲家，亲家，外界怎么样了？在抢救呢。啊。大哥，你这没事吧？白姐姐在急诊室呢，你快去看看去。快进来。白姐的家属，哎，我们是家属，怎么样啊？难产胎位不正，现在要备血，赶紧签字。等到病人情况稳定之后，我们尽快安排手术。需要输血吗？抽我的吧。哎，不行不行，你还坐小月子呢。现在血库的情况还能应付，你们先签字儿。我小鱼会不会死？家属情绪冷静一下，我们一定会尽力的。老天爷呀、啊，可怜可怜我的春生，可怜可怜白姐。春生来了，春生来了。哎呀，春生，你这是怎么了？这是、啊。转子，我没事没事啊。妈，白姐怎么样啊？难产需要签字，家属签字来，你来签签字吧。他是患者的丈夫。你手看起来伤得很重，要不要找其他人代劳一下？没事啊，不用。哎呦！哦，春生，春生啊！这女人生孩子啊，也就是在滚门关上走一趟。那白姐没事儿的啊，没事儿，你别紧张啊。春生啊，你这个伤挺严重啊，你得赶紧处理一下去。是啊，李春生，白姐福大命大，肯定没事儿，你先处理伤口啊。好吧。医生，我媳妇儿怎么样啊？孩子生出来了，新生儿窒息，我们要找儿科专家会诊。哎呀！医生，白姐一会儿肯定需要你照顾，你现在这个样子怎么照顾她呀？能不能先去处理伤口？春生听话啊！咱们先把自个儿的伤治了，我去叫医生。行，我也去。哎呀，这可怎么得了啊！桂宝，如果你想落井下石，我也不是没有办法脱身，大不了大家鱼死网破。但要是你能帮着我放我一马，我也会。会什么会？李春生为你差点送了命，你老婆也被吓得进了医院，都这会儿了，你还想着自己怎么脱身呢？你有良心吗你？你俩别吵吵了。警察同志，那不是我，是他吵吵。医生，现在什么情况啊？孩子窒息时间太长，加上先天性疾病，最终还是没有抢救过来。孩子没了。节哀顺变。桂香，桂香，他说什么？妈没听清楚。孩子没了。妈，妈。你这时候可千万不能有事儿啊，妈，挺住，挺住，妈，命啊，这都是命，这孩子是替白姐考的。医生，医生，我媳妇怎么样？产妇大出血，妊娠心脏病，医生正在急救。老天爷！
为什么不惩罚我呀，报应？为什么不报应到我身上啊？我可怜的孩子，我女儿没事了吧？时间不多了，家属还是抓紧时间和病人见最后一面吧。晶晶，晶晶，给他们俩一点时间，让他们俩单独待一会儿，好不好？这赵爷，我求你，你告诉我，我小姨没有事儿，好不好？你让我进去吧，我求你，好不好？好孩子，好孩子，好孩子，好孩子啊！白姐，我又在做梦，是不是？是，是我。我回来了，我一直在外面守着你呢。对不起啊，回来晚了。没事就好。我还一直担心你呢。又受伤？没事儿，都是小伤。你要是累了，就休息会儿。不敢睡，怕睡着了。不过来，不会的。想说什么呢？我会一直叫你，叫到你烦为止，然后你不得不醒过来。看见孩子了吗？医生说孩子跑去检查了，没有听到他的哭声。孩子报到那个儿科检查。所以听不到声音，你先好好休养，等你身体恢复了，咱们就去看孩子。有一件事，我必须要告诉你，我跟妈还是决定把孩子送人了，孩子的父母都找好了。对不起啊，为了这个家，为了你，我不能再那么自私。谁说你自私啊？你是我见过最好的女人，最最好的。君生，我好想陪你走完这一辈子。等到我们都满头白发的时候，还能牵着你的手，陪你散步，陪你聊天了。但是，我好像做不到。谁说你做不到了？你答应过我了，你不能做不到，你必须做到。答应，好好的活下去。我会在另一个世界守着你，守着这个家。
你呀，别总那么委屈自己，要对自己好一点。你知道，我一直都喜欢那个无足畏惧的李春生。我求你了，别再说了，别说了。替我好好走下去，你在我心里永远都是那么乐观，那么坚强勇敢。你说过的，只要是我提出来的，都一定会满足我。我最后一个愿望，就是要一个承诺。我要你好好活下去，照顾好白家。我没有你想那么坚强，我没有你，我还有什么勇气活下去呢？我不能给你这个承诺，不能给。你不会有事情的，我会带你去最好的医院，找最好的医生，你不会有事的。不会的。这一次，也许我誓言，最后一次，是我自私，原谅我。白姐，别睡，别睡，白姐，别睡。别睡，好冷啊！抱我，我抱着你，我抱着你啊，就不冷了，就不冷了。答应我，答应我好好的活着，答应我。我答应你，我答应你好。我这辈子没有遗憾了，原谅我，原谅我逃不逃兵，我不许他逃兵，我不许他逃兵，我有好多事情没来得及做，我有好多承诺没来得及兑现。大姐，是你给了我一个家，你不能再亲手把它夺回去。我不能没有你，我这个家也不能没有你。我爱你，我爱你，不能没有你。我没有时间好好爱你，欠你的爱，我只能下辈子再还给你。你答应我，答应我，你要好好。你睡一会儿，你睡一会儿，睡一会儿，我带你回家。雨星，妈，你怎么来了？妈，出这么大的事儿，我能不来吗？一定一。丁姨啊，你快去劝劝小李吧，人死不能复生，还是让白姐走得安心一点啊。小赵，什么叫人死不能复生？这种话你可不能随便说呀。白姐那里你得尽力，你知道不知道她有多好，她多善良啊，她才这么年轻，你们怎么能轻易让她走呢？丁姨，我还是扶你进去看看白姐吧。我为什么要进那里看白姐？我不，我要到病房去等她，我要回病房。
他一会儿他就回来了，我回病房等白洁。我别这样，我有病。你们都在胡说，你们都在胡说什么？老婆小姨怎么可能会死？不信你们胡说，让我进去。进去，小姨不会死。你要进去，你们怎么都在胡说呀？你要进去，你要进去。喜欢医院，你带我回家吧，好吗？你带我回家好不好？小雨，我以后再也不惹你生气了，我什么都听你的，我求你了，你醒过来好不好？你醒过来好不好？哎呀，小姨，小姨。你还说你会代替妈妈来爱我，你怎么说话不算数呢？小姨，李春生，都是因为你，都是你，都是你。我小姨给你生孩子，她才会这样子，都是你去救你表哥，我小姨才会被吓得进医院。你为什么要来害我们家呀？把我小姨还给我行不行？小姨，你把我小姨还给我呀！小姨，你醒醒，小姨，我求你了，你醒。你松手，小姨，你别这样，你把我家人还给我。受了极大的刺激，我们呢给他用了镇静剂，让他好好休息一下。啊，谢谢啊。没事，谢谢医生啊。丁姐，我想劝你，可是这劝你的话说出来，我自己都没法接受，千错万错，是我用错了卫之国。
不但害了我自己的闺女，也害了白洁。好了，妈，不说了。桂香，你去看看春生，我在这儿守着，给白洁得换身干净衣服走啊。好，好，那我过去看看啊。嗯，医生给打了针镇定剂，睡着了。您回家歇着吧，别在这儿待着了。我哪还有脸歇着？你去看看春生怎么样了。您这样我怎么放心呀？我是没脸再见两清剑了。去吧，我一会儿就去看看。行，别难受了啊，妈。你没有错，别自责啊。去吧。怎么不会是我的错？是我没教育好自己的儿子，坑人害己呀！你别这样了，好不好？白洁已经不在了，你就忍心把她留在这个冰冷的地方吗？她那么爱干净，爱漂亮，你就忍心让她一身血污的离开吗？你到底听见我说话了吗？同志，对于你的遭遇，我们很同情，也感到惋惜。不过，人死了以后，不能复生啊。你这样一直把他留在这里，也是对死者的不敬啊。还是让你的妻子走得安心一些吧。小李，我理解你现在的心情，可是你让白洁一直躺在这冰冷冷的病床上也不是个办法呀。况且医院是个救死扶伤的地方，如果因为我们的痛苦影响到了别人，我想白洁走得也不安心。咱起来，咱不这样啊！别这样，听话，起来！走开！谁说白姐死了？都给我走开！谁也别想把我和白姐分开。春生，听我说啊，没人跟你，没人跟你抢白姐，没人想把你们分开。可是他已经走了，他不在了，你别这么折磨自己，行不行？白洁，别怕啊，谁也拆散不了咱们。就是天塌下来，我也不会再离开你半步。小李呀，你春生起来，好像发烧了，
春生，小李，发烧了，你起来吧，别这样。小李，你电话，你起来。你看，小李，我们现在能为白洁做的，就是让他走得安心。你这样白洁走的不安心，春生，你听话好不好？咱们让白洁安心的走好不好？ 你醒了，我想去看白洁，孩子等着你呢，我给你整理整理，别让孩子看见，看着你不成样。 咱们非要闹成这样吗？啊！病人有感染的风险，而且正在发烧，必须紧急处理。麻烦你们帮我把他拉出去吧。赶紧走！放开我！救命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救命！ 大妈，您怎么了？您没事吧？是不是找不着家了？警察同志，我是来交代问题的，替我儿子交代问题。那咱里边说去。 姐，来，什么事儿啊？晶晶不见了，他去送她小姨了。哦，吓死我了！春生大哥怎么样啊？刚打了一针，这次能多睡一会儿。看见秀琴婶了吗？没有。 对秀琴婶没意见，就是一想到她是魏志国的妈，这是两码事儿啊！现在家里已经够乱了，你不许再惹事儿给家里添乱，听见了吗？嗯，去。
咱们都说好的，别激动啊，别激动。你给我端盆水来，拿条毛巾。白洁爱干净，我得让她干干净净的走。白姐，好好睡吧，以后就没有烦心事儿了，也不会有人再打扰你。你把妈妈最后一点念想也带走了，老天爷为什么不让妈替你去呢？你为什么不可怜可怜妈妈，带我一起走？白姐，你真的好狠心，就这么丢下我。放在心尖上疼，生怕你这个一出生就没有爹的孩子受委屈。妈，把你盼着长大成人了，成了家了，妈这辈子没照顾好你，让你受了不少的委屈。来生吧，来生你要怪妈不嫌弃我这个不称职的妈，还来找我。咱们来生还做母女啊，给妈一个弥补的机会呀。找我哦，这个就是我知道的魏志国的情况。这是我的存折，这是我的房产证，替魏志国还债。这些东西先放在这里，等到事情调查清楚了以后会依法处理。我知道这些还远远不够，以后我再把老宅卖掉，只要我活着，砸锅卖铁都要替魏志国把债还。大妈，您的精神令我们十分敬佩，
你把所有的事情跟我们介绍的也十分清楚了，我们也一定会依法做出处理的。警察同志，我没把自己的孩子教育好，没事吧？没事，没事，没事，放心吧。大妈，快，快点叫救护车！大妈，春生大哥，怎么样啊，医生？手术很成功，不过中风的后遗症呢，就是病人的半边身体没有知觉，以后生活肯定是不能自理了。你们家属啊，要安排专人照顾，好吧？啊，谢谢啊。您好，您是秀琴大妈的家属？我是她儿媳妇。大妈是在我们所里晕倒的，我是特意赶过来跟您解释一下当时的情况。我妈她怎么会在派出所里晕倒啊？我说啊，您啊现在病了，没事的，咱们好好养着啊。报应啊！
您别这么说，这不能怪您。听话啊，这不是有我呢吗？春生啊，春生他没事儿，那边医生给他打针了，他一直在睡觉呢。您要是想他了，一会儿他醒了，我就让他过来看你啊。春生，照顾春生。妈，我照顾您啊。您听话。您听话好不好？啊。静静，你吃吧，姥姥不饿。姥姥，你说姨父会不会永远都不回来了？他会不会不管咱们了？你怎么了，姥姥？云，躺一会儿去啊！我陪你去。不用，你自己吃吧啊，躺一会儿就好了。你的画工真好，比之前那些画精致多了。我叫白洁，矿文工团的舞蹈演员。从现在开始，你可以叫我师傅。师傅。哎。身体还没好呢，就又跟着折腾了两天，这么下去哪吃得消啊？以后的事儿您别管了，有我呢啊！行啊，你这儿呢也坐小月子呢。我跟你说啊，这小月子要是坐不好啊，那到时候会落后遗症的。我没事儿。没事儿。哎呀，你说说，这老天爷怎么那么糊涂啊？啊，这要惩罚就应该惩罚那魏志国。说别人又没犯错，你说他爸那老魏师傅啊，一辈子都是刚直不阿，那眼睛里不揉沙子的主。你看这秀琴，你婆婆老实巴交一辈子，那遇到事儿啊就知道掉眼泪，你说这老天爷真是不开眼。行了，妈，咱不说了啊。那您喝水歇着啊，我得去看看李双双回家了没有。哎，等等，你这都跟魏志国要离婚了，
那他们家的事儿，妈，我知道你想说什么。就算我跟魏志国离婚了，我婆婆还是我妈，我还是得照顾她，给她养老送终。至于李春生，你也知道，我已经对他没有什么非分之想了，就当是为了白洁吧，白家还有春生，我都得照顾着。说你啊，你怎么就不想想你自己呀？那你这一辈子将来怎么办？我挺好的，我就陪着您，等以后张昭结婚成家了，咱娘俩在一起过一辈子。你老是这替别人想。姐，妈，啊，有人来了。阿姨，我来找张桂香。哦，这不是三宝吗？哎，你放出来了？是啊。那魏志国呢？魏志国怕是出不来了。这次多亏李春生帮我找到证据，证明我跟销售伟烈刚才的事儿没有关系，再加上我协助破案立功，已经没事了。先别管我了，我是为李春生的事儿来的。他怎么了？你看见他了？我跟了他大半天，他一声不吭，满大街溜达。那现在人呢？人已经回音像店了，我亲眼看他进去，我才过来找你的。哎呦，那你赶快过去看看呢，顺便看看白家。好好好，那个照顾咱妈啊。啊，好，去了。好，行。阿姨，那我们走了。哎，你留着，咱俩一块儿去白家吧。行。妈，你坐下。这个货架腰都快断了，快过来帮我揉揉。快来！快来帮我揉揉。春生，别难过了，春生，你答应过我会好好活下去的，
我走了，但我们的爱还在。我走了，还有这个店陪着你，我会在天上好好守着你，保佑你。你别走，别走好吗，白姐？我没有你想的那么坚强，白姐。我没有父母，我没有家，是你给了我一个幸福的家，是你让我知道什么叫幸福。求求你别走好不好？求求你走了，你走了让我怎么活下去呢？你走了，我要这个冷冰冰的冬天。是求我，求你的白姐，你别走。你别走好吗？求你了，白洁。